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圣严法师，我的介兄净空法师。众所周知，圣严法师是对台湾社会影响力。 最大的法师之一。一九九八年，被《天下》杂志推选为四百年来对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位人士之一。圣严法师和净空法师是界兄弟。 一九六一年，两位法师同在基隆八堵海会寺受具足戒。德界和尚是净土导师，道元长老。佛门中有句话：“同戒如同命。”两位大德。 是非常好的朋友。圣严法师在他的著作《报吉游高峰》中谈到了和净空法师的友谊。《报吉游高峰》第八章，在访问新加坡期间，原先。 没有到各寺院拜访的计划，原因有二：一是不想打扰他们。新加坡的佛教界人情味特别浓厚，遇到远客拜访，一定会请吃饭、送供养。十七年前。 就有过这样的经验。二是我的身体真的很虚弱，不宜有太多的访问活动，不仅仅是坐车，光谈话就够累人的。可是有两位法师，我不得不去。 第一位是现任佛教总会会长龙根长老，他是我的江苏同乡。早期先从香港到台湾，也常常到中华佛教文化馆看我的先师东初老人。 他在编辑《海潮音》杂志时，我也是他的作者之一，彼此关系不浅。尤其这次弘法大会，原来说好是由佛总主办，所以应该要去向他表示歉意。 第二位，是我一同受戒的戒兄净空法师。虽然他提倡净土宗，我提倡禅法，我们两人在法义的认知上，或有什么偏重偏轻之处，但我一向对他很尊敬。 因为他真是一位现代的法将。首先，在台湾成立华藏图书馆、华藏讲堂以及佛陀教育基金会，后来又到全世界开创净宗学会。 在中国大陆，全力弘扬净土法门，估计有几百万人受到他的教化。近四年来，定居新加坡，训练了一批又一批的讲经弘法青年人才，所以我应该去看看他。 特别是在我闭关期间，他替我找全了红衣法师三十三种律学合刊，借给我研究，这是我永生感激的事。目前，他每天对着十几位中国大陆去的年轻比丘。 讲华严经，他们都是各佛学院的教师和负责人。将来他的影响之大，无可限量。同时，也透过现代化科技网络设施，把他的开示立即传达到世界各地。 据他自己说，进入他的网站，每天有五万人次以上。像他这样的红化功能，是我所敬佩的事。于是，我在四月二十日的上午，分别拜访了临风波惹讲堂的农根长老。 以及净宗学会的净空戒凶，龙老已过八十高龄，须眉皆白，待客热诚不减当年。敬老也七十三岁，看来若五十出头，见了我非常欢喜。 虽然我没有拜访其余的各寺院，可是两晚出席弘法大会的比丘、比丘尼法师有五十多位。听说，这在新加坡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除了龙根长老。 第一天亲自出席，从头至尾听完之外，另外还有广品、后宗、法坤，以及佛光山的满可、慈济功德会的慧琦等许多法师，大家热心参与，有的还送我供养。 在一九八二年出访新加坡时，所见的长老比丘、比丘尼们，多半已经铅化往生，而我自己也垂垂老矣。但是，看到了许多年轻一代的比丘、比丘尼们。 也可以预见，新加坡佛教的弘扬不仅后继有人，将会后后胜于前前。圣严法师年谱记载，净空法师与圣严法师之交往。民国五十一年，一九六二。 法师三十三岁，解门则因受戒期间，得蒙戒和尚道元长老提示，东出老人易主留意戒学，务主全力背诵四分律比丘戒本、梵网经菩萨戒本，便专心于律藏研读。 朝元寺藏有中华佛教文化馆新印行之大正藏，内含律部诸书，并承慧性法师提示及戒凶净空法师协助，觅得弘一大师三十二种律学合刊等律学要籍，用为学律之指导。 净空法师讲经时谈圣言法师，尤其是线装书，跟这个书不一样的。线装书是双页的，破损了之后，我自己来修复。看完之后立刻归还。过去跟我往来的人。 只有一个圣严法师，在台湾法鼓山的，这是我的同界，他有信用，而且他跟我借取的，保持的相当完好，他有这个品德，《太上感应篇》二一五，今天。 我们这里有一位台湾同修，刚才他来看我，他学佛一年多了。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法鼓山圣严法师那里。圣严是我的好朋友。学佛问答。 我的一些同参道友，像圣严法师著作等身，他写的东西多，我一样也没有。发起菩萨书圣制药经，关于禅的，请教圣严法师。 关于法华天台宗，请教慧信，你要学太虚法师，太虚法师的学生是印顺法师，你向他学习《阿弥陀经书抄演义》一六九，净空法师。 和圣严法师的介和尚，道元长老。道元长老，一九零零至一九八八，河南商水人，在台湾四十年，讲经弘法，一部佛堂讲话。 风行全岛，故有敬宗导师之称誉。二十岁出家，亲近慈州、慈行、太虚、元婴、印光等大德，曾在武昌宝通寺。 闭关精进修持三年，先后于开封河南佛学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北京广济寺宏慈佛学院、上海静安佛学院等处执教。 一九四九年赴台，一九五零年兴建海会寺。他曾在台六次担任德界和尚。一九八八年，欲知实质，往生净土，或设立千余科。 一九六一年，海会寺的戒旗戒和尚是道元长老，结摩和尚，惠三长老，教授和尚，白胜长老，共七十六位新界比丘受具，净空法师。 和圣严法师都是这一堂界的界子。圣严法师简介：圣严法师，一九三零至二零零九，9, 台湾法鼓山创办人，生于江苏南通。 十三岁于狼山广教寺出家，曾参军入伍，赴台后以东出法师二次出家，于高雄山中闭关六年，嗣后留学日本，获博士学位。 创办法鼓山，提倡心灵环保，并在世界各地指导禅修，有著作近百种，是世界知名的佛教学问僧。二零零九年在台原籍。 星云法师请净空法师做教务主任。星云法师创建的佛光山教化之广，遍及全世界。一九九一年成立的国际佛光会。 是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他的理想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净空法师和星云法师这二位。 在全世界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大德，是多年的老友。佛光山创立之初，星云法师便请净空法师做教务主任。星云法师一九七七年。 主持编纂的《佛光大辞典》中，也高度评价了净空法师。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净空法师重返佛光山，拜望星云法师。 两位老友重逢，分外欢喜，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星云法师，请净空法师讲经教学。星云演讲集一什么学法？时间。 一九七二年，地点佛光山，对象大专佛学夏令营。很高兴各位同学来到这儿研究佛法，很感谢各位应聘的老师来到这儿授课。 我们的教授，像慧性法师，他很忙。暑假期间，到处有人礼请他去讲经，他都没有前往，而留在山上为各位讲《八宗纲要》，还有净空法师。 他在台北有好几处讲座，这次也为了成就你们的学佛，而从台北赶来这儿给各位同学讲课。台湾周宣德老居士记录星云法师请净空法师讲经。 去年起，高雄东方佛学院星云院长创办了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二年来成绩大有进步。任教的有慧信、净空、方伦、唐耀等老师，各方应邀前往。 担任专题演讲者亦多，课程包括《心经》《阿弥陀经》《六祖坛经》《十四讲表》《佛学提要》《为识学》《天台始中心要》等，每期授课两周。两年来结业同学。 文艺近五六百人。大专学佛青年学佛运动的回顾及对《明伦月刊》的展望。净空法师讲经时谈和星云法师的法源，以后凤山联社主云法师。 我在他那里讲了三年，也是一个月一个星期，每个月我都要去讲一个星期。那里讲了三年，最后就是佛光山星云法师找去了。星云法师那里非常优待。 很礼遇。那个时候，我从台北到高雄，到佛光山去，他都给我买飞机票，非常优待。净土大经科注一四五，我早年在佛光山。 星云法师请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民国五十七年、五十八年的时候，佛光山是刚刚开山，办一个东方佛学院，有一百多个学生，请我去做教务主任。 无量寿经四十九。四十多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佛学院。佛光山一共六七个老师，三个出家，三个在家。慧性法师、星云法师，我一个。 三个出家的，还有唐一玄老居士，那个时候八十多岁，还有方伦老居士，也七十多岁，这都是很有修持、很有学问的长者。净土大经科注一零三。 所以《华严经》就从新加坡居士林开始，真的经太大，像世尊当年一样七处九会。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想办法继续讲。现在保存录像。 已经讲了四千多个小时，像现在的讲法，这部经讲圆满，至少还要十年。这是个大工程。星云法师以前跟我说，这是很伟大的工程。修华严奥旨。 望尽还原观，星云法师主持编纂的《佛光大辞典》评价净空法师。《佛光大辞典》，净空法师，一九二七年生，安徽庐江人。 俗姓徐，民国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一台北林济寺白胜法师出家。五十年秋，受具足戒。常从台湾大学教授方东美。 研究哲学，并亲近张家大师李炳南居士多年，先后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及各佛学院，使辩才无碍，经常于台湾、香港各地。 讲经说法六十八年，于台北创设华藏精舍，开复设视听图书馆及法师会。除积极宣扬大乘教义外，并印行佛书，普赠各界。 编者按，《佛光大辞典》是迄今最权威、最全面的佛学辞典，历时十年编纂完成，出版当年即获台湾图书出版金鼎奖。星云法师。 谈僧赞僧，前面讲过，禅宗自菩提达摩五传至弘忍，其下分南能北秀。南宗主张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的顿悟教说，北宗。 则重视习望修心，强调见修见悟。后来顿渐一直纷争不已，能秀的门徒也势如冤家，各护其主。现在，我们就从六祖坛经来看看。 这两位一代大师，他们彼此之间各有什么评语？首先，根据《传灯录》记载，神秀禅师的徒众经常讥讽南宗的慧能禅师，说：“能大师不是一字，有何所长？” 一个做苦工、担柴的苦行者，他凭什么资格能做到祖师呢？在这个世间上，很多人同行相继，甚至在佛教里，有时候也是彼此互不尊重。譬如有一个人。 很会写文章，来弘扬佛法，就有人批评说，他只是能写写文章，不会讲述，也不善于言语。这个人一听，赶快学习讲经说法。等到会讲经说佛法了，又有人批评说。 某人只是讲讲说说，如同瘸和尚，能说不能行。这个人听了人家这样的批评，他很着急，赶快修行。但是还是有人批评：某人只是能修行，不会办事。哦。 赶快学习办事。又有人批评了，只是一个事务僧，他也不会英文，也不会日文，不能宣扬国际的佛教。总之，不管他如何努力，别人就是批评，嫌他这样不够，说他那样不好，所以。 在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要得佛法心，除非生赞生。”同样的，我们今天的社会，要有一种与人为善的心理。只要别人有一技之长，总是难能可贵。你又何必？ 一定只寻它的短处，不赞美它的长处呢？假如有人问你，你是不是就是万能呢？你该怎么回答？六祖慧能大师当年隐藏在人群中达十五年之久，他随缘安住。 自我肯定，及至后来龙天推出说法度生，人天敬仰。然而，还是有人批评他说：“一字不是，有何所长？”但是，神秀大师并不是如此说法。神秀大师。 告诉徒众说：“慧能大师，他是得道无师之智，身悟上乘，无不如也。且无师无祖，亲赴依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亲自去亲近，须受国恩。” 汝等诸人无至于此，可往曹溪参决。他日回复，还为无说。由此可见，神秀大师虚怀若谷。他对六祖的禅法，更是肯定推崇。 而慧能大师对于神秀大师也是十分尊崇。例如，神秀大师曾派弟子志诚去亲近他，他曾经这样对志诚说：“汝师戒定慧，皆引大成人。” 无知界定会，皆最上成人，彼此误解不同，见有持己，其实悟道都是一样。六祖慧能大师也是如此的推崇神秀大师。我们从高僧传里。 也可以看到过去很多的高僧大德，有时同门同辈纵有所争，也是在法上一点就通，一点就破。沟通以后，彼此哈哈一笑，不像弟子们不习为法争。 甚至演变成意气之争。星云法师六祖坛经讲话，从古至今，有许多人际之间的混乱、冷遇的冤屈、家门的不幸。 都是由见不得人好的坏心理怂恿下，造成难以弥补的巨祸。如果能够换个角度去看待邻居、朋友、同学、家人有成就，自己也是与有荣焉，沾光沾光。 真是皆大欢喜。祈愿人间的和平兴盛。佛教告诫：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普贤菩萨也发下随喜功德愿，都为我们树立一个好模范。 随喜赞叹。星云法师，留一只眼看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第一版。人赞人出伟人，僧赞僧出高僧。 星云日记，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星云法师简介：星云法师，江苏江都人，一九二七年生，在全世界华人社会。 最具影响力的佛教大师之一，十二岁出家，一九四七年，焦山佛学院毕业，一九四九年赴台弘法，一九六七年开创佛光山。 并陆续于世界各地创建二百余所分道场。一九九一年，成立国际佛光会，任总会会长，在全世界佛教界及宗教界有极高声誉。 附录：陈兵教授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赞叹星云法师和净空法师。陈兵教授强调，圆融精神在当今世界显得尤为宝贵。历史上。 佛教传播范围广，派别多，三大教系长期以来交流联系较少。现代社会不仅需要佛教各派别之间的融合，更需要佛教与其他宗教与世俗文化之间的融合。 佛教界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承担起社会责任。台湾的宗教领袖星云大师，以及新加坡的著名高僧净空法师，长期以来。 也一直提倡这种圆融精神，建设自身，净化社会。访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陈斌，香港大公报报道。陈斌教授。 当代著名佛教学者，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兼任成都市政协委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河北禅学研究所副所长，四川省文史馆馆员。 曾亲近明真、正果、清定、智敏、法海、徐恒志、黄念祖等大德修学、著作等身。印海法师，他的工作是任何人没有办法做到的。 印海法师是由大陆赴台，犹台赴美弘法的一位高僧，和净空法师同年。他创办的佛教正信会，为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 印海法师是洛杉矶玫瑰园市法印寺主持，净空法师在美弘法期间受邀在法印寺讲经，在一次讲经会上，印海法师感叹道。 他的工作是任何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印海法师在《金刚般若与静中修学》演讲会上讲话。我记得两年前，星云法师来这个地方演讲。 也请我讲两句话。今天又请到净空老法师来这个地方讲经，这两位是近代佛法的法将，一位是弘扬禅宗法门，一位是弘扬净土法门。 他们二位长老对于近代佛教的宣传，可以说真正是替佛宣扬，是诸佛的化身。这二位法师真是伟大。我们不要谈星云法师。 像在座的净空法师，他的伟大处，并不是在洛杉矶这边伟大，他的伟大是在国际方面，从新马地区乃至今天，他把佛法远远的向大陆宣传。 从他这两天的言谈中，他的工作是任何人没有办法做到的。法师用他自己的福德智慧，在新加坡每年有这样伟大的工作，我想别人很少知道。 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当面捧场。事实上，我们对他多年来，不管从台湾、从海外办净宗学会，这种无条件的弘扬佛法。 是把自己供养的一点红包，都是放在教化众生、培养将来的佛教的弘法人才。这一点，我想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印海法师。 讲述《无量寿经》汇集本的传播因缘。他绿行法师于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就到达台湾，他将连功的《无量寿经》的汇集本，秦唐两译。 《阿弥陀经》汇集本各十部，并将北平佛教团体敬宗学会的宗旨、大纲及修学概况介绍给台湾佛教界。此集净宗学会。 首度传播海外之姻缘，《大经绘本》乃由台湾台中联社李炳南老居士梅著宣讲而得以红传。后来，《大经绘本》更由联公的门人。 王念祖老居士做白话批注，自此以后，净空法师弘扬净土，都以此汇集本为所依据，并且劝人读诵本经，为求西方净土的。 往生资粮。从亲近律行法师，说到净土宗之殊胜意。印海法师、净空法师谈和印海法师的法源，洛杉矶印海法师。 有很多人认识，以前做过此地会日讲堂住持，现在住在洛杉矶。我在洛杉矶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大意，他听了之后很欢喜。 当场就跟大家宣布，我从今天起修净土法门，我要弘扬净土法门。听众高兴的不得了，请他讲《无量寿经》，我就把这些资料注解通通送给他。 现在在那边讲《无量寿经》，非常难得，非常难得。《阿弥陀经》要解大意五。印海法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法师，虽然我们很少见面，也很少往来。 他的德学令我们尊敬。念佛的真实利益。四，往年我在洛杉矶弘法，住在印海法师的道场。印海法师对我非常好，我们两个也同年。 他月份比我小，他对我们净宗修学的五个科目，他很赞叹。《大方广佛华严经》一一六六，印海法师简介：印海法师，江苏如皋人。 一九二七年出生，赴美弘法高僧。十三岁在如皋定慧寺出家，二十岁于宝华山受具足戒，之后往常州天宁寺佛学院求学。 一九四九年赴台，于中立圆光寺佛学院亲近慈航法师。一九五五年到新竹福延精舍亲近印顺法师，先后任教于新竹女众佛学院。 台中中华佛学院、基隆正觉佛学院、中国佛教会。一九四六年，继印顺法师接任会日讲堂主持，宣讲多种大乘经论。一九七五年赴美弘法。 与美国洛杉矶玫瑰园市创建法印寺佛教正信会，主办法印寺视听通讯。法师著述丰富，并有译著近三十种流通。畅怀法师。 赞叹净空法师，香港的畅怀老法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佛门大德，是当代极少数亲近过慈州元音、谭虚三位长老的一位法师。他老。 和净空法师是交往数十年的老友。一九七七年，净空法师第一次离台赴港弘法，正是应畅怀法师邀请，在他主持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开讲能言。 之后，他又多次礼请净空法师讲经。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七日，在香港举办的净土大经解学习心得分享报告会上，唱功在发言中。 表达了他对净空法师的钦佩和赞叹。畅怀法师在大经解学习报告会上的致辞：“南无阿弥陀佛，尊敬的净空老法师。” 尊敬的诸位大德仁者，大家早上好！十分欣喜，今天能够有这么多佛门同修共聚一堂，一起切磋学习《净土宝典》《净土大经解》。 这个经典是对《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的一个集大成的注释。净空老法师一生弘扬《无量寿经》，尤其在前年清明节。 开始专弘净土大经解。敬老是我的老朋友。一九七七年，我邀请敬老来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讲经。敬老从此与香港结下了深厚的法缘。 现在三十五年过去了，敬老不仅香港常住，而且还弘扬《净土宗》这部大经和注解，实在是香港之幸，众生之福。今年是我出家七十周年。 佛门中的状况，我看的很多。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佛法曾一度很衰残。原因是在这个时代，讲经说法的法师非常少，而敬老半个多世纪来。 讲经说法从未间断，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赞叹。现在，敬老虽八十六岁高龄，每天仍讲《无量寿经》四个小时，为法忘屈。 弘扬正法，不惜生命，敬老这种念念为众生离苦、念念为正法久住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和钦佩。佛经上说：“末法。” 亦一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所以，历代祖师大德，弘宗演教，最后都倒归净土。我年轻时曾经亲近的三位大善之士。 慈州律师、元婴老法师、谭虚老法师，无不是劝人修学净土，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敬老一生不遗余力的。 弘扬净土念佛法门，也正是唱佛本怀，惠利群生，真的是功德无量。畅怀法师简介：畅怀法师，名亲集，字畅怀。 一九二八年生，河南省武安县人。一九四二年于邯郸县禅房寺依崇信法师出家。一九四三年于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之后。 住安养精舍，亲近慈州法师，一止三年。后南下上海，入元明讲堂，亲近元英法师，于楞严专宗学院学习三年。一九四九年赴港。 住东普陀禅院，后赴泰国参学半年，回港后住大屿山观音寺静修。一九五二年入天台宗大德谭虚法师创办的南华佛学院研读三年。 一九五八年，考入香港妙法寺内明书院学习。一九六六年，接任谭须法师创建的中华佛教图书馆馆长。一九七七年，出任香港佛教青年会导师。 之后，相继担任天台精舍主持、圆明寺主持，于海内外讲经传戒、为法操劳，是香港一位有影响力的佛门领袖。法师时刻关注、宣扬佛教理论。 国经研读，故除礼请本地香港大德宣讲经教外，特从台湾延请大德立港弘法。例如，一九八五年七月，请得道源长老立港宣讲。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并连续多年恭请净空法师立港弘扬佛法，度众无算。摘自香港佛教青年会畅怀法师传略，传印法师、净空法师。 人天赞叹。传印法师是虚云老和尚的侍者和法子，先后担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庐山东林寺方丈、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传印法师和净空法师是同年生人的老友，实际上，两位长老的生日相差仅半个月。二零零零年五月，净空法师到中国佛学院拜望传印法师。 二老在畅谈中还谈及此事，恰好编者在场，亲眼见证了二老的友谊。传印法师曾为净空法师《无量寿经》讲记作序，序文中。 传老对净空法师极为赞叹。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讲记序。我们要知道净土法门在整个佛法中的重要性。 就像我们生活离不开空气一样，修学佛法不可离开净土法门。如古德说：“净土法门，四地君情，如天普盖，统摄律教禅宗。” 土被上中下根，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都是讲的这个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要知道净土之理。 虽近而至深，净土之事虽简而至妙。若就其实际，等觉菩萨尚不能知其少分，唯佛与佛乃能就近，我们修学佛法，皆在离苦得乐。 一切众苦，无过于生死之苦。生死轮回不得脱，实为众苦之源。佛之法门，首先教我们脱离生死，以利自他。按佛法通途法门。 须断见惑，方证出果；而欲入圣流，思惑断尽，方证四果，得脱三界六道之生死。这在我等这样的凡夫一生之中，是绝难企及的。 若肯修学净土法门，则首先能够仰仗佛的宏慈愿力，往生净土，脱离开三界生死的危险地带，而到达永不退转的安全境地。然后于彼土。 依三圣为师，海会为友，进修起来，则如风帆行于顺水，直趋菩提。净土法门为佛法中的特别法门，其妙义难书，略其大端如此。 净空法师善作如来之使，弘扬净土，不遗余力，法音宣流，人天赞叹。本院学生赵新仁者听了净空法师宣讲录音。 感受到莫大法喜，肃然升起敬信之心，觉得像这样的旷劫莫得的殊胜功德利益，岂可自己独得？于是利他之念油然而起，便趁课余时间。 依据录音磁带记录为文，更蒙李建群居士拨冗打印成志，欲广流通，问序于余,余，虽不辞故漏，略辍数语，以致缘起，惟愿凡我同伦。 乃至一切众生同归净土法门，共入弥陀愿海。传印，一九九六年丙子夏月于北京中国佛学院，赵新法师。 《无量寿经讲》讲记整理说明，当代净宗大德净空法师于一九九二年六月，在美国加州德安扎学院的安扎 College） 主讲《佛说大乘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为期三月，有录音九十盒。承上海朱亚维居士寄赠此套录音带，赵新亲聆后，笔录净空法师讲经的全部内容。 以供养同修敬业修学的急需。本记录赞明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研习报告，殷切期待净空法师审定。本记录。 若与此套录音配合研习更佳。本记录尽量保持净空法师现场讲述的原话风貌。本记录的体例参照黄念祖居士所著。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简称大经解。本记录的前言概要，引用本经讲述笔记的原文，正是经文的原文。参照新加坡简体字注音版的经本。 但标点符号依照台湾版《大经简，讲述经文的段落层次依照《大经简。本记录的原文使用黑体字显示，讲述中使用双引号标示，小括号中的文字。 属记录者标注。本记录蒙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传印法师作序，李建群居士发心打印记录稿，敬中学者魏磊老师。后依传印法师剃度，及大安法师辅导。 及众位信士捐资助印，在此录者赵新一并回向功德。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本记录难免用字谬差，或人名、地名有异不妥疏误之处，敬请大德净信慈悲指示。 本记录根据录音整理，暂时未经净空法师审阅，仅供同修参考修学。南无阿弥陀佛。释照心绘制。一九九六年十月初一日。 编者按：此书由传印法师作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亲自题写书名。传印法师赴新加坡访问净空法师。 本刊讯，应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新加坡净宗学会净空法师的邀请，以传印法师为团长，倪强先生为秘书长的。 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二零零零年一月三日到新加坡参观访问。新加坡。 位于马来半岛的南端，隔一千四百米宽的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望，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地，面积。 六百一十八平方公里，人口约三百万，华人占百分之七十六点九，居民多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十二月三十一日，代表团。 访问了新加坡净宗学会和新加坡居士林，受到净空法师、李牧原居士及四众弟子的热烈欢迎。当晚，代表团出席了由新加坡九大宗教。 联合主办的为时十二小时的祈祷活动。国家宗教事务局杨同祥副局长，外事司郭伟副司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何云副所长，以及厦门。 南普陀寺李文法师、诚信法师、慧然法师等十几位法师也应邀参加了联合祈祷业活动。印度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回教。 锡克教、巴哈伊教、拜火教、犹太教九大宗教分别诵经祈祷，祝愿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一月一日晚，新加坡总统纳丹夫妇。 以及各国驻新加坡大使等约八千人出席了千禧共祈祷晚宴，约有五千多名老人及儿童应邀参加晚宴。整个晚宴持续约三个多小时。 自始至终，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代表团在新加坡期间，还拜访了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龙根法师，参访了光明山字度庵、般若讲寺。 双林寺，以及席克庙、印度庙和道教的咸当宫，游览了飞禽公园和圣淘沙景区等。中佛协《法音》杂志，二零零零年第二期。 传印法师简介。传印法师，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生，辽宁省庄河县人。一九四七年，一本县普化寺崇仁法师剃度。一九五四年。 忆江西云居山真如寺，以虚云老和尚受具足戒。一九五六年任虚公侍者，笔录其开示，并受归仰宗法脉，法名宣传。一九六零年。 入中国佛学院学习。一九八一年赴日本京都净土寺佛教大学进修。一九八四年任中国佛学院教务长。一九八六年任副院长。一九九四年。 任晋宗祖庭庐山东林寺方丈，一九九九年任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会议上。 当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三月出任中国佛学院院长。敬天法师圆寂前对弟子的告诫：敬天法师是佛门公认一位有修有证的高僧。 一生苦行持戒，林中瑞相稀有。他老在圆寂前对弟子特别交代，绝不能诽谤净空法师，他是了不起的大德。 敬天法师弟子文章摘录：在这里住着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人，让我铭记终身的人——地有法师。他是在我入佛门后。 第二个认识的修习净土宗，修道欲知实质，作化往生极乐世界的人。第一个是我的恩师敬天老和尚。我的恩师敬天老和尚，他在临终前。 特别交代我，无论别人如何诽谤净空法师，千万不要相信，他是了不起的大德，恩师是预知实至走了的，往生瑞相稀有难得，他不可能说错的。 如果净空法师真的是邪师，那恩师他错引导我，他不可能那么自在的往生的。摘自四川德阳地游法师往生记，佛一易往行者博客。 敬天法师简介：敬天法师，一九二五年一月出生，陕西安康人。一九三七年出家，一九四二年受戒，一九四三年依止西安新教寺。 妙阔法师学习为士，有一指能海上师学密，曾于终南山先后住山二十年。一九八零年起，任终南山观音寺住持，中国佛协理事。 陕西省佛协常务理事，陕西省佛协副会长，在川陕创建和恢复寺院十余座，陕西法门寺、卧龙寺、庐山东林寺、广州光孝寺、深圳弘法寺等。 诸多名刹，离情法师任首座。二零零四年五月，在深圳弘法寺往生，现诸多瑞相，涂皮后五色舍利极多。法师一生延持境界，勇猛精进。 日中一时，也不倒单；一生打波周期两次，住山苦修近二十年，是当代稀有难逢的大修行人。慧律法师、净空法师。 绝对是一个正知正见的法师，慧律法师，在一九九零年新加坡的弘法大会上，对净空法师大为赞叹。这次大会录影的光碟流通很广，当时的听众。 在汇率法师的赞叹之后，发出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汇率法师演讲录影。这个讲堂以前曾经请过净空法师来上过课，这净空法师。 我们要给他鼓掌。净空法师绝对是一个正知正见的法师，他叫你念佛、讲《无量寿经》是正确的，你们要好好亲近他，所以你们请他来演讲。 是你们大众的福报，是大家的福报。禅第一讲，一九九零年五月十四日，汇率法师谈生赞生，听课的诸位法师。 出家人攻击出家人，是佛门的不幸。若说过恶，则破法身，法身叫做慧命，就会断了无量无边众生的法身慧命。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如果你想要佛教兴盛，只有僧赞僧。汇率法师开示说：“僧过恶，犯大众罪。今天出家众特别多，护法居士。” 也特别多，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就要讲几句我们内心的话，要奉劝所有的出家人，要敬佛，要敬法，一定要敬僧，要赞叹佛。 要赞叹法，要赞叹僧，也要赞叹拥护正法的居士。若遇佛法心，唯有僧赞僧，居士也要赞僧，居士要互相赞叹。 不可刚愎自用。生忏大师信心明，汇率法师，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香港开市。汇率法师简介。汇率法师。 台湾著名讲经法师，在大学求学期间，亲近忏云大师学习佛法。一九七九年于凤山离主云法师 pt 又至台中南普陀寺随广化法师学习。 深受器重。一九九五年，接上海龙华寺名扬法师法脉，为曹洞四十八世，林济四十二世。法师担任高雄文殊讲堂及多所寺院精舍主持。 对佛门各宗教派均有涉猎，以讲经风格生动活泼、语言幽默风趣著称。元真法师，我这几年才开始跟净空法师学佛。元真老法师。 是太虚大师的学生，曾任普陀山佛学院副院长及第一任教务长。法师对佛学研究之精深，了解他的人无不叹服。但圆贞法师。 听了净空法师讲经的录音后，便专心学习。他说：“我这几年才跟净空法师学佛。中国佛学院以前有个圆真法师，现在普陀山，他们称他做。” 普陀山的佛学活字典，他对佛学研究之精，你要讲到任何一部经，他都知道。你只要念出一句，他就能说出是哪一部经，在哪一页哪一段，他都很熟。 便财无碍。可是他来到新加坡，听了净空法师的卡带，那一天他带了很多回去，有四五箱之多。到关口不通过，他抱着那些卡带不放。妙善法师请他放下。 他不肯说，我要抱着这个走。结果后来商量，留下了两箱，他还是叫他们想办法拿回来。一拿到普陀山，他关了门就听别人跟他借，他舍不得，弄坏有没有得赔？ 这个是法宝，没得借。我要听他每天就念《无量寿经》。他来新加坡观音救苦会，李逆峰居士请他讲经。他对医学有非常深的研究，对佛学也非常有研究。 很多医师跟他辩，没有一个能辩赢他，是佛学、医学都非常好的法师。可是我第二年去到普陀山，他说：“李居士，现在我不讲佛学了，我专念《无量寿经》。” 专念佛号，我听的净空法师讲经的卡带，才了解那才是真正的佛教。以前我学的太杂了，我不要。你看他的学问有多好，农根法师是他的学生。 这边龙根法师，新加坡临峰波惹讲堂主持，要披衣去跟他顶礼。演培法师还叫他老学长。演培法师说：“木园，你要请这个人，这个人了不起。”可是第二年。 我去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李居士，我经过试验，《弥陀经》里面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一直念佛。他说这七日七夜应该是不可以吃，不可以睡。事实上。” 到底行不行呢？他说：“我去求庙老，请他慈悲给我一个房间，我拿几桶水进里面，决定念佛七日七夜，不吃不睡，只喝水。我跟他们讲，如果我往生的话，把我化掉，不管。” 如果我七天后能够出来，那我就证实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停念佛，事实真正能够做得到。结果七天后，他出疗房，满脸红光。你看，元真法师变了一个人。 少松曾看过他，整个人满脸红光。元真法师出来三个星期后，他就想：我能够念佛七天七夜，是否也能二十一天？这可能是一种妄想，不实在吧？可是他说。 我也要试，关了门念了二十一天，出来身体非常好。他跟我讲，他才真正悟道，禅悦为食，法喜充满。念佛就是一心不乱念，什么都不想，很容易过活。 目前他住在杨之安老人院，他整天坐在椅子上盘腿念佛，把座椅拉出来就变成个桌子，手一按前面，布幕一开就是西方三圣像，他整天就是坐在那边念佛。 一句佛号不间断。他很希望见到净空法师，叫我请净空法师回去。他今年八十三岁了，身体非常好，整天一句佛号不间断。他说：“谁敢讲净空法师讲的是错的？” 我要跟他辩论，我可以证实，我原本是研究佛学的，我只是研究，不是学佛。我这几年才刚刚开始跟净空法师学佛，学佛护法心得报告，李牧原。 元真法师简介：元真法师，一九一七年出生，陕西西安人，太虚法师弟子，在国内声誉很高。一九八五年春至一九八六年。 于福建佛学院教学，主讲印度佛教史、解深密经、因明入正理论等。其间担任第一任教务长，并撰写了《佛教逻辑学纲要》。后由普陀山方丈。 妙善法师李请，至普陀山佛学院任副院长兼首任教务长，使辩才无碍，博通三藏，有“普陀山佛学活字典”之美誉。圣辉法师，第一个。 我要见的人是净空法师。九七年净宗三大庆，圣辉法师来新加坡参加。他目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也是中央人大代表。他是仁德法师的徒弟。 目前是南普陀的方丈，也是湖南佛教协会会长。他来的时候要跟净空法师交流，跟我说：“第一个，我指圣辉法师要见的人是净空法师，师傅。” 指净空老法师听了说：“不行，应该是我去拜访他，而不是他来见我。”于是，我们就去光明山看圣辉法师。那天，师父指净空老法师和圣辉法师。 从八点多讲到十一点多，他还不够。第二天又来找师傅。第二天早上来找师傅，谈了一整天，思想整个改变了。他跟我讲，墓园，我要保送几个。 来新加坡学习，我跟净空法师一席谈，我对整个佛法要怎样办佛学院，我很清晰了，我知道走什么路。学佛护法心得报告，李木原。 法不孤起，待缘而生。新加坡净宗学会在净空老法师、李牧原居士的悲心宏愿中，辛勤劳作下，自一九九二年创办以来，为使佛号响遍世界。 短短几年时间，在开展念佛活动、健全机制、印赠经书、流通音像制品等方面，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绩。尤其是自一九九五年举办弘法人才培训班以来。 在大力培养佛教人才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净空老法师所倡导的“佛教不是宗教，是教育”的理念的实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加坡第三届弘法人才培训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圣辉法师。圣辉法师简介：圣辉法师，一九五一年出生，湖南湘潭人。一九八一年。 在九华山奇缘寺，李仁德法师 P.T. 一九八二年入中国佛学院学习，一九八九年研究生毕业，先后担任中国佛学院教务长、副院长，厦门南普陀寺方丈。 长沙麓山寺方丈，北京灵光寺方丈，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务。更多法师，传开法师，一九二三至二零一零。 当代禅门大德虚云长老，洞云宗传人，江西武宁弥陀寺方丈。什么是成？净空法师说，在佛法里讲成，就是定，就是自净其意，就是清净心，就是如来藏的性体。 就是常住真心，在菩提心里面就是直心。佛在《无量寿经》里给我们说的至诚心，就是诚的意思。有了至诚心，才能够得到感应。传开和尚开示路，心诚则灵。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当今台湾的净空法师极力赞叹修持净土法门的书胜，其功德实在是不可思议。但是我发现，现在有些佛教徒不能真正领会净空法师的用意，修清净心。 片面执着法师所讲的某些开示，且不一定讲过，做出种种行为，使人一看就觉得他有些异常。为此，希望各位同仁，不论修持哪一个法门，都要深刻理解佛祖无争之旨意。 再不要同事操戈，老衲恳切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把佛教发扬光大起来，传开和尚开示录禅语净土。二零零一年四月三十日，成一法师，一九一四。 至二零一一，台湾江苏籍高僧，台北华严专宗佛学院院长，景美区华藏讲堂净空法师，从李炳南居士学，亦常演说华严大教，类此尚能免为宗风于不坠也。 成一法师，《华严文选》；园林法师，一九一六至二零零八，8, 当代高僧，南京狮子岭都率寺方丈。这场由印光大师等人宣导的净土复兴运动，由其门人。 及再传弟子继续发展，如李炳南、净空等，直到今天依然保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园林法师晚年住席狮子岭都率寺，他每天都要带领寺院僧俗二众。 学习净空法师讲解的净土五经一论，坚持数年，乐此不疲。园林法师净土思想浅说，西园寺普云法师、宽运法师，香港永兴法师传人。 西方寺第二代方丈，香港菩提学会副会长。记得以前净空老法师曾跟别人说过：“我现在不想走，等我想走的时候才走。”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想走呢？他说：“我要多待几年。” 再讲几年的法，才去极乐世界。老法师是多么的慈悲啊！他本来可以来去自如，但是因为不舍众生的缘故，宁愿留在世间跟大众讲经说法。因此，我们要以老法师的悲心为学习榜样。 要以自利利他的菩萨精神为己愿，不但自己学佛念佛，也劝勉其他人学佛念佛，把愚痴的心改变过来，把嗔恚的心改变过来，把贪欲的心改变过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同生极乐国土。 那是多么的好啊！得闻弥陀名，地狱化清凉。欢运法师佛期开示。静波法师，黑龙江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研究生导师，哈尔滨极乐寺方丈，佛教教育，顾名思义。 就一般而言，也即从狭义上讲，应是培养僧才，续佛慧命；而从另一个角度，即广义上说，佛教本身就是教育。佛陀说法，目的是以其言教，导引众生离苦得乐，转迷为悟。所以。 净空法师在其认识佛教中说：“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佛教教育的规范，净波法师、中严法师、长春般若寺树培老法师剃度弟子。” 香港永兴法师法子，天台宗五十六代传人。极乐净土，大乘玄门，上启下化，三根普通，丈佛慈力，接引众生，如来见机，特开方便。 十方共赞，九界同一，古德宣导，今贤高歌。俗有念祖，生尊净空，一唱百和，异口同声。四众弟子，愿归此宗。 普及信众日益倍增，极乐净土之战，结露，中研法师、慧空法师、台湾慈光寺住持、慈光禅学院院长。净土教在台湾五十年来的发展。 前后出现了几位长老大德努力发扬和宣导。以下先就时间上划分为早期和后期，在个别依地域之北、中、南来说明。李炳南居士以一位在家儒学的长者身份，在中部推动。 李老居士以儒家之仁义忠孝为基础，在中部淳朴的城市中感动许多基层民众，且在有组织化的推动及大专佛学社知识分子的号召下，在中部形成非常有组织的红化团体。 李老居士虽长时间讲《华严经》，但无人无宁视其为如净佛教之宣导者。后其北部，则以智愈法师、净空法师；中部以广化法师、忏云法师、妙莲长老。 南部以蒲庙长老为代表性，治愈法师以大专生为主要接引对象，而在一方红化，虽然有教红天台行归净土的口号，且在华严及律学上亦有推动。 但吾宁可看成是净土之推动倡导者。净空法师以宣讲净土经典为主，对于净土思想之红传，花了许多心力于上。尤其以录音带的方式弘法，更使其法音广流。 台湾净土思想发展的契机，慧空法师。无论古德尽失，至皆为多劫之善根，世俗所谓天纵之才。然而吾等虽不能效之，然能尽取辟，如星云、慧律。 净空诸师之宣讲佛法，乃至如忏云、如李炳南之软化青年，其余乃至大藏经印行、杂志发行，皆有益于教理弘扬，是皆蔚然成风。佛教文化之开展。 慧空法师、测定法师，台湾元亨佛学研究所所长。台湾佛教在大陆来台的第一代祖师们的弘扬以后，二代中壮者有成一法师、净良法师、法治法师、正言法师、元宗法师。 聚集印法师、聚集荣法师、本觉法师、本净法师、明定法师、净空法师等佛教中间代表，担负着承先启后的责任。近四百年，台湾佛教多元文化。彻定法师，二零一零年。 华严全球论坛演讲。新照法师，贵州省佛教协会会长，因此修学弥陀净土的，便如游龙般的人群；而莲池、印光、净空等名僧，便如领队人，让人敬仰。 倾听慈尊的召唤，论慈宗修行法门。心照法师，盛凯法师，中国佛学院硕士，南京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欧阳静吾先生的。 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命题，在当时及后代影响巨大。如李元静、弘一法师、周叔迦、虚云法师及当代的净空法师、明山法师，都主张这样的观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佛法。 宗教及哲学的理解，圣凯法师、至宗法师、普陀山佛教协会副会长、会稽禅寺监院。记得刚出家那会儿，有一次师父还问我：“出家了，想做个什么样的出家人呢？”当时。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想做个净空法师那样的风帆之动，至宗法师、义成法师，四川德阳崇国寺首座，江由罗汉寺首座，曾任教于广东云门佛学院、岭东佛学院。” 遥想十五年前，我是读怀公著作《如何修正佛法》后，深受启发，毅然发心出家。怀公之于我有大恩矣。如果用四个字概括佛法，最早看到怀公用“缘起性空”概括。 我沿着此路研修佛法，受用无穷。后来看到净空法师用诸法实相概括，亦欢喜莫名。其实，量说词义理同，与南宫怀瑾先生面对面，一尘法师、宽昌法师。 中国佛学院硕士，陕西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华严寺住持。净土宗为其他宗派最后的归宿，往生净土为一般人所向往的最善去处。若要往生此土，除了上述三要素之外， 还要以平时的行持来做资粮，此法门老幼如父皆宜，可以持一部经，可以念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便可往生。此为往生净土的外因。净空法师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便可往生，菩提心为往生净土的内因。在净空法师所讲的《无量寿经解》里面说，在诸经中，《华严》第一，《华严》与无量寿经相比《无量寿经》相比，《无量寿经》第一。古德云：“此经为一大藏教之归宿。” 可见净土法门是何等圆满。略谈净土宗，观昌法师，心律法师，安徽芜湖佛教协会副会长，三华寺住持，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研究生，在整个佛教理论体系中。 智慧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佛教的“佛”是佛陀音译的简称，佛陀及觉者，是对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的人。而觉者就是具有圆满智慧的人。佛教经典里的《金刚经》，又称。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心经》又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两部经典讲的都是众生如何放下我执，得到智慧，了悟生死，得以从生死烦恼的苦海中渡到不生不灭、清净安乐的境地。 也就是到达佛陀开示给我们的彼岸。实际上，《金刚经》和《心经》都是讲如何得到智慧的重要佛学经典。净空法师说：“佛法所求的是智慧，佛法是智慧的教育，佛法自始至终讲的是高度智慧。” 净空法师说得好，佛法是教学，教我们生活，永远站在现代化的前端。佛法讲求的是现代化、本土化，所以佛陀教育能受一切大众欢迎。这里的现代化、本土化。 就包含了观念的与时更新、与时俱进。佛教东渐二零零零年来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在坚持佛教教义的前提下，不断适应时代变化，不断适应社会大众的需要。佛教智慧的内涵。 和现实意义的探讨。心律法师、真慈法师，闽南佛学院二零零五届本科毕业生。现代的许多高僧大德也在弘扬净土，如新加坡的净空法师、台湾的慧律法师等。 他们大力弘扬净土，以此让更多的人认识净土、求生净土。从西方极的世界到人间净土，真慈法师、如瑞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五台山普寿寺尼众佛学院院长，佛教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原本是各种教育中很重要的内容，但在中国近几十年里，常常将其视为迷信而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 中国现代哲学家方东美先生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佛学可以改造命运，主宰命运。”净空老法师也说：“从佛法中可以寻求到聪明智慧。” 幸福长寿。英国汤恩比博士说：“二十一世纪之后，能够真正统治全世界的是中国人，因为中国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慈善事业模式探讨，如瑞法师、演轮法师。 广东尼众佛学院毕业生，浙江慈云佛学院法师，时至今日，净土之行随处可见，念佛之举蔚然成风，专以直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净土，也是当今。 佛教界中最容易令人接受和信仰的一个法门，正是由于它的方便易行，使得人们欢喜修学、信受尊奉。所以，从古至今，许多祖师大德为了让更多的有缘人士得到甘露法语的议润。 他们为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如敬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及当代高僧净空大师等祖师大德，他们著书立说，广布宣扬，而使此法门遍满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无数善男信女。 行此法门成就的，如道麻竹尾不可生数。如新加坡著名的净土宗大德净空法师，除了专弘净土，亦处处指导众生，劝化人心。如他说：“佛教是佛陀。” 对一切众生最好的教育，绝不可视为宗教。今天众生的思想见解、精神的污染，比环境污染更严重可怕。如何净化人心，为当务之急。用老实念佛的方法对治之，当有成效。 一方面弘扬佛法，使人了解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以及人生世苦等基本理论，令其弃恶向善；另一方面，劝人念佛，使其心地清净，妄想减少，上进下和，奉公守法。另外。 净空法师以身作则，往行布施，如在台湾、美国、新加坡乃至大陆等地，处处讲学，长年累月无有休息，并大量组织、编辑、出版、印送佛教典籍及善书等，此是法布施。 财布施，如在台湾、大陆等高校设立奖学金，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等等，不胜枚举。谈净土法门的殊胜意义，演伦法师。